2022年度热梗问答。第一题，填空题。过了西祠黄鹤楼，身穿背带打篮球，真是要什么掉了？今天咱俩必须什么一个啊？真是要剃洗掉了，今天咱俩必须没一个。收。YOUWILLBELIKETHEM。 第二题，选择题。嗨嗨嗨中的第一个嗨字读几声？ A 一声， B 二声， C 三声， D 四声。第四声。对对对，选 D。 图片中所指的位置别名是 A 下巴， B 人中， C 上巴， D 坤巴。这不是上巴吗？肯定是上巴。第三题，听力测试。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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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。请问刚才他说了几个枪？这我哪知道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最后一题问答题，神奇的投喂咒语是什么？神奇的投喂咒语，小飞棍来咯。请问大外孙你牛波一下一句是啥？大外孙你牛波一，你的消费可不低，又是吃又是喝又是洗澡又按摩。